快来比赛，看谁笑得最开心。一二三，你也笑，他也笑，我也想要这么笑。一二三，喜欢的时候笑一个，讨厌的时候笑一个，没脑的时候笑一个，很尴尬的时候笑一个。今天我要变一个会让人很开心的魔法，注意看喽！解封六连六吧，节目开始喽！说他还没写完作业，他妈妈现在不让他出来玩，所以我就先来啦。是哦。对啊，库比，那我们去公园玩。哦。库比，你不想去哦？也不是啦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悠悠 man 最好相处啦。我再想想哦，有了，嘿嘿，我们去吃冰淇淋。可是我答应要跟菲菲一起去，那去我家看卡通。可是我5点回家就要看卡通啊。我们去看故事书，我演故事给你看。可是我们是说3点去你家，酷比，悠悠妹。你小声一点啦，干嘛叫那么大声啊？酷比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不喜欢跟我玩？我没有啊。那你是不是讨厌我？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不跟我玩？我没有不跟你玩呢、啊。可是你什么都说不要，我说吃冰淇淋，你说要跟菲菲去，我说去看故事书，你说3点才要去，你，哎呦，我只是，哎呦，头好痛哦，你果然讨厌我，每次我爸爸不想跟妈妈说话，就会说他头痛，哎呦，拜托，悠悠们，你不要学雅米了，我说，快说，你看，我没有心理准备了。啊？准备什么？你看，我本来1点跟菲菲吃冰淇淋，3点跟你看故事书，5点要回家看卡通，现在全部都乱掉了。哇，酷比，你好酷哦！你还有排时间表哦？没有啦。我妈妈说做事要有计划。7点跟爸爸妈妈吃饭，你连这个都写哦？拜托，悠悠们，这不是重点啦。你看，菲菲弄乱了我的时间表。我明明跟你约3点，可是现在变1点啊，这样跟原来不一样。我被搞迷糊了啦。拜托。这还不简单，拜托，悠悠们，你干嘛学我啊？你看，
你一点先到我家看故事书，三点再跟菲菲去吃冰淇淋，这样就好了。对哦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我可是最聪明的悠悠们。嘿嘿，酷比，悠悠们，我来了。菲菲来了。悠悠们，现在又跟原来的不一样了啦，我要怎么办呢？怎么会这样啊？Thank you.
写完了吗？看悠悠点点名，放松一下吧。可以看
到漂亮的彩虹就很幸福啊。嗯，真好，那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要天天幸福哦。我有话要说，快说快说。开心的魔法变变变，开心的节目棒棒棒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